什么人？看不出来，好像是打鱼的。先别管他们是谁，拦下来问问再说。刘星。 不要害怕，我们是雁翎队的，在执行任务。过往的船只都要接受检查。石大副，别开枪，不然我打死他。你有什么本钱谈交易啊？这两个人可是军区下来的记者。 这还不算本钱吗？没事，先把人要回来，我们再跟着他们。好吧。石大副，我们答应你的条件，放人吧。那不行，我们必须到了安全区域才能放人。这样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给你当人质。不行。 这样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去当人质吧。放心，他不能再绑架你。你还犹豫什么？我一个女的，能把你们怎么样啊？好吧，你先过来。一定要小心点。 给他们松绑，起来！把相机还我，走吧。 让你兄弟别跟着。弟兄啊，让你兄弟别跟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问我啊？江湖人称猪婆龙。好，够凶悍。你就不怕我扣下你，不让你走了？这是在白洋淀。你要是想拦住我，哼，怕你没那个本事。你倒是考虑考虑，自己能不能走得了吧？<笑>我倒想试试看。滚！滚！ 战群狼，飒爽英姿，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好啊，注意注意啊，开心一些，开心一些！哎，去去去去去去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伍，我站！大家都别着急，都别着急，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啊！你们行了行了，咱们让队长和指导员单独来这儿合影，好不好？ 必须合张影。来，队长，笑一个。我说你们二位靠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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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拢点啊！好，就这个样子，笑一下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一二三。谁呀？
敲什么敲？不要命了？老子是马有德。贾顺，你他妈太不仗义了！朋友的女人你也上啊？老马，你不是畏罪潜逃了吗？我逃什么逃啊？我有什么罪啊？马爷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以为你远走高飞了，再也不要我了。我天天以泪洗面，多亏了贾团长安慰我、开解我。安慰？就这么安慰啊？啊？这他妈才几天呢，就安慰到床上了？老马，老马，一会儿好好说。小杜鹃也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还没给他赎身呢吗？他开门做生意，那也是情理之中啊。哎，哎，有话好商量。我他妈蹦了你！老马，只要你把皇军的货吐出来，我在皇军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保你一条命。吐什么吐啊？啊，关我屁事啊！是他妈雁翎队抢的货啊！我他妈一直被他们关押着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我才逃出来。再说了，如果货是我私吞的，我有必要回来自投罗网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！领头的就是骆明义的妹夫老魏，老魏是雁翎队，没错啊。老马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让你沉冤昭雪。啊！老马，我马兄，好歹咱们也是兄弟一场。再说了，小杜鹃的事儿，我有点对不住你。小杜鹃的事不赖你，是他自愿的。哎，如果你喜欢，我拱手相让。贾团长，日本人的货真不是我私吞的。如果能让渡边太君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好，好，好。站住！你们跑不了了！站住！咱们这边看见了！哎，打两枪。